放心，你一直在等你回来。没事了。哎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叫你什么？啊？回答我。臭流氓。实在要管我叫什么？傻姑。放心，你一直在等你回来。没事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把你的漫画带出来了。我知道这是你辛辛苦苦画的，所以我一定得拿出来。但还是对不起你，没能让你参加比赛。你救了我的命，还跟我说对不起。把手给我。干嘛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外星人的黑科技。好了，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，从今天开始，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。哎，你等一下。知道你讨厌别人碰你，连一根头发都不行。我刚才哭的时候把鼻涕蹭在上面了。你换上吧，我这身洗过可干净了。不用了，这身是我最大的衣服了，你要嫌不合身我再给你找。哎，写好了再还给你。好，那你早点休息。